那时候而已，其他身体还是胖胖的。看起来有点憔悴，年纪大啦，年纪大，熬夜，黑眼圈重，气色不好，又没保养，又没运动，身体又不健康，正常正常。我把 LINE 关掉。你肚子大还是 JJ 肚子大？我吧。要看什么辅助啊？还有什么辅助可以玩的？最近？最近好像区域选拔赛都差不多，都那些啊。我最近有在玩火人。因为我觉得那个 IG 的那个辅助玩火人玩得好屌哦，我要玩一把。我最近有在研究一下火人，不对，我这个对面这个组合我玩火人是不是大火葬场啊？星角辅助，星角是哪一只？星角能辅助吗？啊，我的 AP 符文怎么不见了？我找到了。可以跟 JJ 一起盖房子吗？我对玩那个比较没有兴趣，我怕太沉迷了，过度沉迷。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要不要玩火人。我好像还没买新角。可以吃鸡吗？我不会玩射击游戏，我很多东西都不会玩。其实这把瑞风比较好了。因为你玩火人，哎呀，不知道，这个，你看上路又勒布朗，中路又那个马尔扎哈的，那个，我们没坦克的，然后这个打野也不出坦，对啊，所以，可能还是要一个坦克开战，玩火人就比较崩，那个嘉文是上路。上路打勒布朗，然后我们这边瑞空的话比较好保 AD，对啊，瑞空吧，下一把再火人。你到底会干嘛？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会打扑克，吃东西、打扑克，没了。这组合真的是超级爆肝烂，还行还行还行，瑞空很克杰的，对面选了一个杰，就是不想赢的。巴德是不是出场？什么不适合出场？巴德这个版本比较不好，因为这个版本是 AD 版本，就是不是说 AD 特别强，是游戏太容易打到 late game 了。你有发现所有的游戏平均结束时间，你看那个各个夏季季后赛的那个数据，结束时间会落在三十分钟以后，对，三十五分钟以内的结束时间都算快的。大部分的结束时间都会落很后面，所以 AD 变太强了，太重要了。然后法师就分两派嘛，第一个就是站桩法师，第二个就是保牌法师，像露露、卡玛、
球女都属于宝牌法师，站桩法师就是什么维克特啊、卡萨丁啊，不是卡萨丁，什么飞机啊，那也不算站桩法师，干，可他严格起来 也算是半站桩法师吧，对，就是那种伤害很爆炸的那种，对啊，所以游戏都太久了，然后就变成你的巴德是怎样？你的巴德是游走，然后打快节奏的时候很好用。你在打野很强很凶的时候的那个版本，巴德很好用，因为你在前期游走可以配打野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可是现在打野是怎样？现在打野就是农嘛，敲嘛，然后出鱼镜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一线的打野什么茂凯啊、猪女啊，然后嘉文出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的打野就变成比较草食，比较没有像什么以前李星蜘蛛，卡利斯雷格尔那种版本这么的凶，而你的巴德就比较没有这么的好发挥，因为当你想做事的时候，你家的坦克大部分都是在靠，这样子你可以懂巴德吗？巴德这个角色不是不行，是版本不适合而已。对，有的时候要搞清楚状况。我要从南走到北。聊天室搞不清楚状况，到底是三角。还好啦，你们搞得清楚状况，你们就去打比赛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对线，其实是打屌虐的，萨亚跟瑞风前面真的很强，而且我他妈又点错技能了，干！我怎么又点 Q 啊？我是不是低能儿啊？其实我们应该打死被闪掉了，想说盲视野的关系。打太拼了，打太拼了。没事没事，下一波会更好。哎，我们 jungle 也死了，上路也死了啊！看起来战犯不止一个。雷克萨在上，十字镐。
其实他应该回头 all in 哎、欸，all in 我们应该是赢的，嗯，因为他没治愈没闪，然后我点燃，这样 all in 我们应该是赢的。他刚刚就不要跑，回头打一下普攻应该就赢了。谢谢 F E L I X T N G 的订阅。帮他清这波兵过去。莫使别打了，我们打得哭。来靠呗。当不要死了。没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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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哇，喷一下，闪一下。你他妈不要被夹到啊！啊！啊！笑死！没事没事，我们下路一个击杀在我们这边的好吗？其实我们跟着马尔达他走，应该就有机会了。假的布朗。没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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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，有吗？干嘛？啊啊！解一下子。啊，特别是失去。来，其实我失去拿过来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吉他参与率100%，怎么会是我在搓？笑死！哎呀呀呀呀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应该是100%杀的。有有，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！卡莉斯怎么不先融到6啊？他一直在忙什么？他强化怎么 Q 啊？嗯，看起来是魔气被 nerf 了吗？这个版本被 nerf 了没？我看不出来，其实我不知道之前长什么样子。飞到一半被夹住，笑死！下一波应该可以打，如果他敢再点塔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打赢。胖胖你好。安，他应该还有闪现。哇，回了回了回了！
in your eyes, you see everything. Your place has been destroyed. Okay, last time it was totally. 嗯，我四百多滴血，感觉是有一点点危险。我比较怕他死掉。不过这场我们应该还是要出魔器的。这个角色不出魔器，讲实在话没什么选择价值。勒夫朗到底在干嘛？走，弹起来，弹起来，我死没关系啊！你要让他死啊！卡利斯，拜托了，卡利斯啊！我他妈的，我真的是很可怜。这场我们还是出武术哦，其实出那个比较好，出 CDR 鞋是瑞空最好的装，最好的装备，因为它是一只40%的时候很猛很猛的角色。你他妈的！没事没事没事，还在还在。卡莉斯在干嘛？卡莉斯在干嘛？卡莉斯在干嘛？他下来没血。有没有守一下钟啊？头上已经有那个印记了，应该要先脚闪，不是先脚技能。卡莉森勇猛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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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，nice， 哇，乱打。谢谢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一定会念念不忘的这个数字。有有有，卡莉斯，卡莉斯，咻，碎了。跟着走，跟着走，跟着走。枪在手，跟我走 ，easy。没事没事，还在还在，我没大我没大，
不救！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保你了。看得出来我很尽力吗？这勒布朗真的是没什么直接用哎，啊，去 BD 吧，去 BD 吧，没办法，龙也没办法走，拿一塔换一塔，然后加一龙，没事没事，放一只而已，才掉第一只，他还抱歉，他还没拿到。哎，靠腰！我吃到火蟹，是吧？吃到炮车。这边要清一下野。哦，升级了，升级了。没事没事，上不了死了。干嘛啊你们两个？勒布朗有 TP 吗？有，塔下塔下感觉可以守一波。哦，他直接用走了。掉 TP 了。会怕哦。会怕就好啦。我们可以打一波中吧。哦，有人。偷到偷到，舒服。他早就该来了，那个一定会躲在那边的。没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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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面打一波，正面打一波。哎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各位在干嘛？各位在干嘛？各位在干嘛？等我开啊！我在干嘛？好扯哦，直接正面这样子哦。然后没有人要去守中，好啊，睡呀、啊！我们一定这边开一波了。啊，开不到，他们其实还蛮聪明的。对啊，重点是没有人可以挡截，你知道吗？这波可以打哦。看那个勒布朗真的是来闹的。
再往前压。他还在啊。他妈的被吹到，不然我应该开得到的。别推吧。雷克萨不在，雷克萨不在，雷克萨不在。开锅！啊，怎么又跑进去了？吃龙，吃龙，吃龙！或是推中，推中，推中，我可以再开一波。吃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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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龙！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各位。上来吗？屁你三小啊。不是眼睛的问题哦，是他妈根本就过不去哦，那群脑残哎！等勒布朗，等勒布朗，等勒布朗。为什么我这眼睛只看得到这边啊？杰应该会想要去推下路，杰在右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还在还在。吃红吃红吃红。吃红吃红吃红。姐一定会去推下路的。嗯，铜牌铜牌铜牌通常都还蛮容易会觉得要推下路的。然后一直拼巴龙眼的也是脑残，巴龙没插眼，辅助在干嘛？为什么不插眼？没有视野，我们会危险。白痴，人家会做就是会做，不会做就是不会做，跟有没有眼根本没关系。吓不到死了，死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干没顶到 AD， 不过 AD 要死了，没事没事，碎瑶碎瑶，漂亮，推吧推吧，手下家里吧，一个要守家了，一个要守家，勒布朗太没用了，最没用的就是他整把。我们还是先出坦装，因为这一场。理论上我们其实要先出那个的赎罪神石的，可是因为这一场我们是完全没坦，所以可能要那个先出肉，我们要先把肉出来再说。
好，我们把下推出去。嗯，我们现在就是把下线给推出去。然后巴龙现在就需要眼睛，嗯，巴龙现在就需要眼睛。可是这个眼睛也不是没办法插进去的那种，只能插那种很逼规逼拐的位置，然后想办法让他们不要清到，这样子河蟹能吃到最好。让他吸一下血，这边可以打一套。干，这个加文好猛哦，每次都可以闪过。先吃河蟹，然后我们是不能开巴龙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坦。尽管杰现在在下路，然后又要死了。好，各种 juke， 没死，还活着。他妈的，真的是被气死了。什么4v4？真是爆干痛！我就！我尽力了。这是猫咪问号。我这刚刚那个会战真的超猛的哦！哎，滚不过去！哎，没有，这个叫什么？选这种组合，你不下去，不想赢就不要赢，对不对？我还配合选角了，不然我还想选火人的，选火人应该更快。GG， 这场应该是钻石场吧？感觉什么钻二、钻三的。